今天难得邀请到四位，就是两届的两代的南湖双枪，稍微跟我们就是在对镜头打个招呼。徐永谦，徐永谦，真的好意思哦。你们上一次四个人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？很久啊。四个人没有，因为咪很难约啊。又我。你们在南湖印象深刻的比赛是哪一次？就穿他球衣啊，他那膝盖受伤的时候。他穿在里面啊。我穿在里面啊。是咪记得吗？你刚刚的表情。我记得、啊，我真的记得，第一场就受伤了、啊。他第一场就受伤，八强第一场就受伤，我们队能忍。然后买教练想要你带着他的精神一起奋斗的概念，所以你也穿得很委屈这样。也没有啊，因为那时卖家很凶啊，就说好啊。那最年轻的有印象深刻的比赛吗？那我穿他的球衣比赛。啊，我有受伤吗？没有。对，预赛第一场的时候，我穿他球衣比赛。那你们怎么看双枪这个成功？因为从南湖开始。南湖有双枪，不是林世轩跟林志峰。他们说是因为有他们双枪。然后你们才开始被称为双枪啊？谁说？你们说在讲什么？对对对，网络说。是，哎，不能挖洞是不是？没有吧？我们说没有双枪。他们说那时候你是战神，然后他们开始变成双枪，所以大家最后才可以说你们第一代是你们两个可以这样。他们啊，他们那时候比较，然后再来是阿轰跟世轩啊，就一直接下去。所以你们两个不是枪，虾虾虾虾。那接下来就是先给你们一个小试身手，我们先不在画板上。我们这个游戏呢，就是你们两两一组，然后一就是两个互相背对，一个人就在背上画，然后前面那个人就要依照他画的那个描出来，然后去猜他画什么。你们觉得你们是有艺术天分的人？他画，我猜啊。对，我画你猜。好，我猜，我猜。问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在问问题，你们两个聊什么？进行就是背后画画比赛，然后我们后面那一位会出题，然后两边是一样的题目，我们就看最后前面这位可不可以答对。然后我们先进行第一题。哎、欸，你慢慢的、哦，慢慢的，你慢慢的，你一笔一笔要停一下、哦，不要乱画。你这边比较要敏感一点，左上左上。你用力啊！你用力画，你用力这样。哎、啊，你画了吗？你还没啊，还没啊。你还没画？对，还没。那你先右边，右边，认真哦。用力，你用力画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是你到底有没有画？不是，现在不敏感了、啊。我现在只有答案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我没感觉。我还没画。慢一点。有感觉吧？有感觉吧？对对对。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看我要棒球。你继续画，徐昂，你这是什么啦？没办法。十秒了吗？啊，哎，抱歉，我擦掉了。你这什么？好了，直接画完了。那我给镜头看一下你们最后画的。飞碟，到底要画什么？我来画啊！你看，没有你自己看。我来画啊！这什么？你看得懂吗？来了，知道？来了，知道？慢一点，好来。有没有？我先停了。好了，好。好啊，连下去了吗？对，有没有？哎有，有没有？下面比较没感觉。好，等一下，你纸太厚，你停止，对，你这样，你弯腰，你弯腰，好，弯腰，好好。我的位置，你要看我的位置吗？有吗？
有啊。你要感受我的位置。你画的也很好，两个都画完了吗？你要不要重画一次、啊？他画的超好嘞，就敢讲出来啊！有答案，好，重来哦，重来。好，我画上面。你先擦掉，没有，这先留着。好了，第一个，我这样。10秒，最后10秒。这样，有啊，有。好，那往下、哦，往下，这样，再往下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为什么会有问号？亮牌吗？对，看一下啊。哎，你有画吗？你的有画吗？那你的答案是什么？球拍。那你呢？那冷吧。这个、啊，你是？那是什么？这鱼骨头吗？你是画鱼骨头吗？我们。我给一个提示，三个字是没错的。你觉得这个三个字像什么？两个字哎。你觉得是什么？很难想吧。五、四。要是麦克风吧。二。麦克风。一。什么？麦克风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样猜会猜到麦克风。直，这是。什么？哦，等一下，看到题目了。好，来哦，来哦，来，你画下面，你画下面，来哦。哎，你画，我开始要画了，我开始要画了，靠近腰那边，靠近腰。嗯，好，来了。不要，你太小力，我感受不到。我用捅的。好，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东西有点难画。画完就是还没画。天，对，怎么办呀？我还没画完呢。左边稍微有点影响。哎，我不要玩了啦！一进到底，你为什么要停下来？我没有停下来啊。请你再停哦。等一下，最后一次。好，来哦！一，你跟着我一起画啊！一、二、三。5.5，5.3。有吗？五。画完好，等一下还有，再来。还有，左边这边这样。3.5。这样。聊完了。好。一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这两个人。认真，他们两个不怎么画，没关系。两个画的蛮像。对啊，我画。天竺鼠车车，哈哈哈哈哈！这很难啊，一个字，可以再提示一点吗？可以吗？再10秒，再十秒。好，跟你们有关系的，跟我们有关系，跟我们有关系，跟我们两个有关，跟你们四个有关。哦，我知道。来公布答案。枪。为什么？对啊，又跟我们有关了。我都有画。原来枪，对啊，一模一样吧？是这个吗？一模一样啊，对吧？我看什么？不是啊，你枪试完不是有人烟吗？那这样是一还是1-1？你看平手，那我下一个。平手，我们这么像，我们赢了。那现在就是因为刚刚都平手，所以我们来一个延长赛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同时的比手画脚，然后两队的那个题目是不一样的，然后看哪一组先答出来。三个字，哎、欸、然后来，周桂宇，啊，工程师，哦，富邦，工程师，哦，靠北，你说他们那个。我怎么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对啊，哦，你说扣取就好了，我怎么不能讲啊？哎，你这样，没有，他会有什么？是啊，你就讲他扣取就好了。妈，我怎么比？妈不扣取？我怎么讲扣取？原来刚才动作很像你们那个许哥，不是啊，那个
吴永仁啊？不是，他们那个出场，然后不是有一个就在拿那个旗子在那边甩？第二。对啊。我刚这样呢？对啊，你看我们这样，然后就很我说啊，靠我妈想我怎么知道那个？可以他比吗？然后我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画画，然后我们画画的时间一个小时，然后中间你们就是要出来拿颜料，可以 Q 老师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有蛮像的。等一下，我要看啊！你要看，你要叫柜转过来。先画眉毛，眉毛，眉毛。我的眉毛是经典。你的眉毛是经典。小黑现在多少钱？桂宇，我们先画桂宇。擦不掉。哎，可以。对啊，可以擦啊。我现在要看最后颜料放几。哎，桂宇，哎，桂宇，可以不要再动吗？可以不要再动吗？可以不要再动吗？把桂画成星星的朝天笔。我们待会比赛以创意为主要的创意，创意早讲早讲嘛，早讲，我会画星星。学过素描，没有开玩笑，我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这样奖金就给他啦，不好不好，不要画，不要画，不要画。创意哦，哦，所以是画越好笑，分数越高，是吧？还是我先去拿颜料？对，我先去拿。对，你先，你坐。哎，我拿颜料。哦，抽一个是。哎，这样我看不到你。哎，那个红包先给我好不好？这样我就看这样子，那个红包给我。数学好吗？不用这个。不用这个。没有。这太难哎。再换一个。他是。我只是这个话。城堡不难。再换一个城堡。是吗？我可以先确认这个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是49.8，是吗？是这意思。对对对。好。一分钟。不行啦，久一点啦，重新重新。哈哈哈。大概有60岁了。对。哈哈哈。这个除以这个等于这个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乘以这个等于这个。这是16.4嘛？对，这是16.4。我刚刚就讲16.4。好，我的错，我给你一个3分的答案。好，拿一个你想要拿的。好，我拿了，他们还可以拿吗？你拿，他们只要有获胜，他们就可以同一个颜色。所以他们可以，我们会用到同一个颜色，不是我抢了他就不能拿这个颜色。要这样子。对啊。好，那我就这样。不是，不是，艺术要欣赏。哎，我要抽。颜料被拿光，对方你们就不能拿了。没有，我要给我擦。老师的帮忙。你要老师帮忙。嗯。有毛病。哎，我们先请老师啦，好不好？你想一下，然后你们要请老师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你先。我要请老师啊！为什么你就没有老师？为什么？他们已经有一个人，来排队。哦，老师这边，安姐老师坐这边。干嘛？老师要帮我画？没有，不是啊，对，爆料要你们问吧。爆料你有什么？对啊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回答。爆料好了，这个是早上晨操，然后。我们练球没练好，然后有一个学长练到生气，就迷那一届，然后他就说，不是，他们那一届，可是迷也有点不爽，因为就是蚂蚁这样开始疯狂超体能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中午的时候，全部学弟上来就是不能吃午餐，就上去那个南湖室外球场晒太阳。不要跑体能，不要拿老师这个牌位。你说那时候吗？你好猛哎啊！
就滑步啊，跑快攻这样。可是我们没有吃午餐，欸、然后时他教我们穿制服，老师收，还穿了南湖的制服跑，就罚，叫我们这届看他们跑，因为一年级有个一直犯错，可是不是他们，对，对吧？是这样吗？对。然后后来他们一年级就不爽，然后我也知道，可是我们是比较好，然后他们就集体就。有想过就是一起跑，就是不是下午，因为我们下午刚好要跟台艺大打友谊赛，超白，然后那都没人知道，然后可是中午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在睡觉，然后我刚好睡在停车旁边，他就下去整理东西，然后他跑上来说，我要走了，然后我说你们要去哪？他说不知道，我说好，那我装作不知道，然后我就继续睡。然后那天上去的时候，就没有人推球啊，也没有人拿水，因为都是他们要用，然后也没人拖地啊，所以就，对，哎，这样就问了 啊，就大家都不知道，然后后来就比赛也好像也没有顺利进行吧，因为人不够，因为主要是他们要培养他们两个，然后跟我们这样，因为快联赛那时候。就一练完教练就马上去找人啊，就开始打电话。你们在干嘛？嗯，就在旁边看戏啊。记得晚上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有买饮料回来请我们喝。他们买饮料回来。啊，因为我们会偷藏手机。这个要讲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就他而已。你说藏手机哦？对，好扯哦。藏手机哦。iPhone 吗？对，然后他有跟我联络，他说：“哎，我晚点就回去了。”这样。我不会画他的嘴巴跟鼻子，不会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给哎、欸，不准不准做哎！来来来来来。哎、欸，老师都不认真，老师都不认真，老师都不认真，你看一下，咪，你做一次这个表情，我看一下。老师都不认真，你好哎呀。老师，不然你要画画他眼睛、啊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画鲑鱼身体吗？对，你可以帮我画一下吗？哎、欸，老师坐啊，怎么可以站着呢？坐、啊。好嘞。没有，这手是我。这是盘腿。这是。对。你们帮我改手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样好，他的手，这样他就不能打球啦，老师是不是都不认真画？对啊，老师你要帮我改手，我说这样很好，这样做的是这样，是这样，超有，来。选一个，一定是爆料啊。我爆什么料？他刚刚已经爆我最大的料，是你们最严重的。他没有说怎么找我们回来的、啊，对吧？哎，我接你的故事，听清楚一点。我听清楚一点，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些高一的，好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网咖，不要笑。然后因为那时候下午而已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要干嘛，我们是外县市，我们先去那个网咖打一下电脑，然后之后。才回家，然后后来忘记是隔一天还是隔两天，我跟桂宇还去外面打球，然后后来那个谁，蚂蚁教练的老婆开车在那个桂宇的国中母校门口停下来，他就说哦，我载你们回去，啊，蚂蚁教练在桂宇家要聊聊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蚂蚁教练跟我们道歉说学长可能绕错了嘛。但当然没有，我们没有怪学长，因为我也没做错，只是连带罚的问题嘛。就后来蚂蚁教练道歉，然后明明他们好像有被记，你有被记过吗？
谁？你们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没被记？没有我的事啊。其他有人被记过的？啊，不是你指使的？不是我指使的啦。或者是谁？是。把他们，然后说是我说的，然后我那时候在教室睡觉，然后他们就全部人上来，然后我就想怎么了，然后他们就全部在外面趴着这样。所以你一杯黑咖啡到现在，你们才跟他求证这件事？对，算是吧。谢谢明义，你刚刚拿什么？你刚刚拿白色？橡皮擦。对，我们不会画到衣服啊。啊？会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你有？有啊，你我也帮你画衣服。你也帮我画衣服？好，我拿颜料。哎，对啊，你去啦！好啦，你去，最后分析很重要，我要看得懂，看得懂。请导出八个措施，计时两分钟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啊，对啊，顺便找，帮找，帮找。这个惯错，这惯错，这个失错。加一点吗？对。进。这个进应该也错了。应该蛮多全没。坦言呢？有八个错字吗？确定吗？有八个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帮你们，帮你们。失去希望。哎，坦言的坦应该错。是吗？你圈起来，你圈起来，圈起来，圈起来错。七个，还有一个。第二个。第二个。相当吗？勉强。我失去希望。靠北有这个啦，白痴啊！成热是什么？爽！这样吗？这样八个了吗？这样八个了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个。就八个都。哦，我们有帮忙的颜料分一半。对。两瓶嘛，对不对？一瓶。你刚刚说两瓶。这是我们两瓶。可以请老师帮忙吗？可以啊，你要来抽才有。哦，好。你要做免费。免费刚免费最贵，刚老师都不认识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没有，上次下有什么问题？在上色啊。啊，没有，我们才一个颜料的。好，妹，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有问题，我也觉得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字有问题，不是，是日期没有问题，不然是哪个字？是这个字高啊，嗯，不管是哪个字，是那个字上的字，不是这个字。啊、嗯，八个，要交卷啊。手工戒指，还有一个，再给你们10秒。进度的进是对的，进度的进那是对。来，我提示第一排。我、哦、第一排啊，备受质疑的备，我帮你选。错。哦，错，我还想要写真正。哎、欸，这样错都不能拿吧？哎、欸，不要上色了，放弃。哪有？他打扰了。他工作吗？刚有电脑。G 哦，正。G 怎么写？好啦，他凸一点呐、啊。哎呦，他上来，他刚来，然后跟我讲，哦，这个字这个错，算他的，算嘛，算他的锅吧。好，两分半没，两分半再还。我要抽颜料。你要用说的。用说的好了。好，用说，但不能说到上面的四个字。好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这是可以播的吗？蚂蚁教练。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可以拿颜料吗？对啊。来了。baby。11月19、20到新竹千里体育馆来帮工程师加油哦。